黄队，我们发现那个人了。哪个位置？五单元顶楼，他坐在窗户上呢。你们从院里外边那个看着他。你下来，别激动，过来。好的。过来。有啥事都能唠，啥事都能唠了，你还怕啥呀？ 那就是我们从下边看他，感觉他就是稍微再动点就马上要跳楼了。当时我们那个领导，我们的局长都马上进行那什么，马上进行那个指派我们大队长和我，就是作为谈判，就作为就是跟他沟通。跳楼呢？ 啥事就说呗，啊？是不是？有啥事就有啥不能承担的？那么大个男人，顶天立地的，你也不是说你只身一个人是吧？你有家有室，啥都有，是吧？管不上去，就是你，咱就现在是说了，你得有，你总得有个交代吧？情绪呢是很激动的。 对着我们侦察员喊，不能上，你们上来我就跳下去。那时候就是感觉是什么，就是时间就凝固了，那种感觉。跟他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也要为我们那个地面人员，做这个准备，做救援的这个准备。 您刚才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2017年11月20号的中午，地点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名黑衣男子已经坐在了顶楼的窗台上，双脚悬空，稍有不慎，他就极有可能坠落下去，非常的危险。据现场的目击者讲，这个黑衣男子看上去也就20出头，那么。 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原来这名男子是警方正在追捕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民警的劝说能否让他放弃轻生的念头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草原小镇，出租车女司机李启失踪，人不见了，手机关机，车还出现了。深夜大坝，陌生男子驾车疯狂逃窜。2米多高的大坝，从顶上开车飞下去了。面对铤而走险的嫌疑人，警方最终将如何实施抓捕？穷途末路，一线正在播出。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公安局，值班民警在傍晚时分突然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案。报案人称，自己的姑姑张华突然手机关机失踪了。孩子下课没人接了，5点多没人接，到6点电话打不通。据报案人称，张华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平时作息非常规律。 每天下午5点多都会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但这一天他却没有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而且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因为那时候不确定是车被那什么，被人抢了，人失踪了，就是那时候他就按失踪的那个去调查。出于这个对案子负责的这个角度嘛，因为这各种可能都会出现，可能会因为感情、家庭纠纷、生气、离家出走。 等等，张华的另一个侄子张丽告诉民警，姑姑张华跟家人关系很和睦，不可能是独自离家出走了。而且自己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还曾经跟姑姑通过一次电话。每次呢上我们那边吧，就打电话。那天我说要不上我这儿吃饭吧，他说有人打车上一棵树，然后呢6点多钟吧，我姑父给我打电话。 说我小姑找不着了。下午3点多，跟家人通过话，也就是说，张华失去联系的时间应该还不到3个小时。
因此，民警决定先按失踪人口去查找。咱们这个祁县的出租车都是啥？都是那个，就是挂着个出租车牌就行，上面那个灯那牌就行。车上也不会有那个，就像呀定位呀等等这些也都不会有。这我们这个破起案子来是非常难度非常的大。由于张华驾驶的并不是正规的出租车，车上也没有安装定位装置，民警只能依靠路面监控视频去寻找车辆的下落。我们就调取了我们公安局的卡口视频监控、视频抓拍，然后在下午16点左右，这辆出租车出现在我们巴镇老公安局的十字路口。这张那个视频呢，就是我们2017年11月18号下午16点01分，在我们桥南的南卡口，发现还是这个女士开着这辆白色夏利车。然后通过这个车的行走方向，我们就继续往下追踪。然后在大约在10分钟之后，她从巴镇的一个平房区的一个胡同进去了。随后，民警迅速调取了该平房区域社会监控探头的视频资料，最终发现，在消失了半个多小时后，张华原本驾驶的那辆白色出租车再次出现了。现在视频监控的画面呢，还是就是万家福超市的一个视频监控，然后这辆白色夏利车呢，从进去到出来相隔了38分钟。那出来的时候，这个驾驶位就已经换人了。通过监控视频，民警清晰地看到，此刻驾驶白色出租车的是一名陌生的男子。张华并不在车上，他去哪里了？民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人不见了，手机关机，车还出现了。当时我们的领导也是大胆的猜测吧，就是可能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女出租车司机已经遇害了。张华是否遇害了？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就在民警通过监控视频多方寻找的同时，张华的家人也在科右中旗的街道和村落里艰难地寻找着。也去那个送人的那个屯子里查了，看了看监控，那车吧也没看着，完了又返回市里去找。周边也找了，往后是到寒山那块了，就周围水库啥的山上都找了。家属非常着急，开始在朋友圈上就是求扩散这个信息，他们需要就是说是谁能帮提供点线索啥的。当天晚上9点多，张华的家人来到了位于科右中旗巴镇桥南的一条大坝上继续寻找。而就在这里，他们竟然发现了张华驾驶的那辆白色出租车。上大巴时候9点多，跟那个车碰上是时间是10点。就看见黑影里有辆车。对。然后你们过去查看这个车牌，确认是你姑姑的。对。他在桥南大巴上看到这个他这辆车的，近距离观察的时候，发现驾车的人已经不是这个出租车司机。虽然找到了失踪的车辆，但坐在驾驶室里的竟然是一个陌生的男子。这个情况让张丽和张满一下子慌了神。车门锁着，然后车还着了的。我下去拽车门，我哥就上前面挡着了。完了，我老弟就去开车门子去，开车门没开开，完了我就用胳膊肘子把车玻璃给砸了，砸了没两下。他开车就把我撞倒了，就跑了，就出事了呗。出事，然后我挑头就追的。那个时候呢，就寻思从后边撞了他两下，想把他那个车给逼停了，或者是把他那个车胎给撞爆了，这车不就能停了吗？
然后闯三四下吧，他也没停。据报案人张满讲，当时发现失踪车辆的地方路况很不好，到处都是坑，虽然被撞了几下，但陌生男子一点停车的意思都没有，还是用极快的速度在往前冲。眼看对方就要逃走了，张满也急了，加大了油门追了过去。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他就直接从大坝上开下去了，然后我也就跟着下去了。上下去到胡同里头，我车轱辘就爆胎了。你车爆胎了？嗯，就钢圈啥的都变形了，就是没气儿了。驾车这个人非常疯狂的，已经从这个大坝上，那大坝的当时有2米多高的大坝，从顶上开车飞下去了。这一幕完全把张满给吓着了，他意识到此人开着姑姑张华的车疯狂逃窜，那姑姑的失踪很可能与此人有着重大关系。要想知道姑姑的下落，就必须尽快把这名陌生男子给截住。张满随即把这一情况通知了也在寻找张华下落的办案民警。这时候我们侦查员已经出动了，迅速出警了。我们是五台车交军警，是吧？在那个沿途追踪。发生这个案件，需要我们交巡警第一时间派出多路警力吧，开展这个设卡盘查。驾车从2米多高的大坝上直接冲了下去，驾车男子如此疯狂，这大大出乎了警方的预料。那么，这个人是谁？张华的失踪跟他有着什么关系？要想解开这些疑团，民警觉得还是要从车辆的行驶轨迹入手，以车找人。那么在这些行驶的轨迹中，警方能够发现嫌疑人的身影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还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呢？神出鬼没的可疑男子，老百姓感觉都是挺惶恐。突然出现的棕色出租车，嫌疑人的踪迹最终将如何锁定？穷途末路，一线正在播出。就是没有线索，就是靠视频追踪，确定方向，走访，大量走访。根据张华家人提供的线索，民警首先在白色出租车最后消失的地点展开了细致的摸排。第一个线索就是从一个居民住户家，住民住户家发现的一个那个深夜了，已经说那会儿胡同很少走车，两个特别快的灯光刷刷过去了，就是说能判断出一个是仓皇就一个跑的是那个嫌疑人，第二就是追逐的家属。在当日的晚上22:04，我们又发现了这辆白色的夏利车，以飞快的速度通过这条桥南的一条胡同，特别快车速，当时车速出现在画面很快，就几乎就是瞬间就过去了。虽然白色出租车在视频中出现的时间非常短，但它却为民警确定查找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因为它铁路它逃窜的方向是就最近的这两个屯儿，我们想沿途追踪，同时走访。不过，让民警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当时已是深夜，排查工作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半夜12点多了，根本就是敲不开门，有的就是不配合，监控坏了。特别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村。休息得特别早，这样的话你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是有些窍门都不一定能开。民警不得不终止了对附近区域社会监控视频的调取工作，转而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积极发现相关的线索。当时在我们这个中七坝镇，就这个草原小镇嘛，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震动，老百姓感觉都是挺惶恐。出租车司机自己还有一个群，微信群，然后这个他们这个群呢，扩散起来的消息又特别快，当天呢，这个女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消息，通过这个社会上的微信传播，已经迅速扩展到我们全区范围之内去了。张华失踪以后，很多人自发的在朋友圈转发出租车女司机失踪的相关消息，希望可以借助社会大众的力量，为寻找张华提供更多的线索。很快，这样的措施就见到了效果。
这个离我们这个市区，大约有20公里左右的这个农村，一个放牛的这个人员呢，就是通过微信看到了这个出租车失踪的这个消息。看到这辆出租车在那个田地里停，也比较隐蔽，三棵树都非常茂盛的，就是藏着那辆出租车呢。案发第二天，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民警在一片树林里找到了失踪的白色出租车。据提供线索的那位群众讲，他是在2017年11月19日的中午发现这辆车的，而在当天的早上7点多，他还在附近见到过一名行迹非常可疑的男子，穿黑色衣服，这黑色衣服戴着帽子，就往那个小凤，就是我们那属于小凤山村，小凤山村就是高丽板镇，小凤山村往那个方向就是走了。得到这个线索后，办案民警立即分成两组，一组对丢弃车辆的周围环境展开细致勘查，寻找张华的下落；另一组则顺着可疑男子行进的方向继续摸排，希望可以找到该男子的踪迹。就当时我们就是也是根据这个线索，就是追方向追，完技术员现场勘查，看见这个足迹也是非常的，也是马这个足迹。我们技术人员就是，通过足迹呗，马脚印就是一点点的，码到了那个公路上，而且能通过他足迹的方向也能确定他往那边走了。通过可疑男子留在现场的足迹，民警找到了小丰产屯，并对屯里所有的监控视频进行了调取，果然发现了该男子的身影。从这个村子对最东侧的一家这个视频当中，早晨7点40多分的时候，发现一个跟牛倌描述的特征相符的一个人，穿着一个大衣，黑色的大衣，戴着帽子。他那个面部特征看不清，只能看清他的体貌特征，然后是一个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的一个中等身材，看着还比较健壮的一名男子。继续追踪可疑男子的行踪，民警在位于屯子最南侧的一处监控探头里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大约在19号的早上8点左右，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当时我们想，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僻，出租车去那儿拉活的可能性非常小。通过这出租车当时的情况看，走错路了，进到人家的院子里又倒出去。然后又出来，然后又迎着犯罪嫌疑人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特意来接犯罪嫌疑人来了。然后就是把这个出租车也是列为了一个重点的一个线索，对这个出租车进行追踪。监控视频里出现的这辆棕色出租车又是谁开来的？他是不是嫌疑男子的同伙？民警随即对这辆棕色出租车接下来的行踪进行了追查，把所有我们平安城市我们的交警的那个城市平安监控系统，所有当天在这个区域里出现的集中的所有类似的车辆全部进行了调取，一一进行筛，因为从视频里边看不到这个车的牌照。最后在我们的街里一个十字路口发现了这辆出租车的一个踪迹，然后我们一直追踪到八镇的农业银行附近，确定了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就在此时，一位民警惊讶地发现，这辆棕色出租车平时就停靠在自己家附近，他还乘坐过这辆车。他当天晚上就跟我说的，跟我们说的是，如果我能找到这辆出租车的话，我给你们留个暗号。我说我要去阿森纳，
然后他当直接打车上车之后就给我打电话，我要去阿森纳了。这位民警顺利地找到了那辆棕色出租车，并以打车为名让司机将他拉到了位于公安局附近的一个小区。与此同时，警方已经在小区的门口布下了埋伏。我们当时也是做好了抓捕的准备。棕色出租车的司机很快就被民警给控制住了。当时这个司机呢是情绪是比较激动的，啊，他说：“你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我做什么事儿呢？”我们问他之后，他就直接告诉我们说是他，因为他当天找的那个事儿，也是非常的啥呀，非常记忆非常清楚。该司机的回答让民警大失所望，他跟可疑男子并不认识，他当天是凑巧来小丰产屯接了一名客人，并在回程的途中又顺道拉上了那名可疑男子。这个我们也找到了当时在车后座坐的一八镇科中旗职业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她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名犯罪嫌疑人上车坐到副驾驶位上之后没有说一句话，而且情绪比较低沉。在排除了棕色出租车司机的嫌疑之后，民警又仔细询问了那名可疑男子的下车地点。完了，他说在那个海底捞的那个火锅边火锅路边上下的车，完了我们领他去指认的现场啊，确定这个我们就是调的附近的监控，完了确定这个嫌疑人从体重特征80%-90%就是他，记住这个网吧了。经过科右中旗警方的连续追踪排查，终于在2017年10月20日的上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位置。当看到他进到一个网吧的时候，这个网吧是作为我们的重点。网吧的人员反映他确实前一天晚上确实在这个网吧里了的。完了，我们最惊讶的就是说，刚刚还在这上网呢，然后我往这一看的时候，人不在这块儿。此时，已如惊弓之鸟的嫌疑人警惕性非常高。虽然办案民警身着便衣，但是当他发现有几个人在网吧前台跟网管询问什么的时候，立刻起身从后门直接逃窜进了位于网吧后面的居民小区里。我们马上就把这个情况反馈到咱们，局领导这儿，咱们局领导，亲自到场，然后所有的调集警力，把这个小区当时已经，整个小区已经围住了。对，搜查这个人，楼道里我们也是各个楼道单元也是布置警力在搜查人，也搜查这个嫌疑人。黄队，我们发现那个人了。哪个位置？五单元顶楼，他坐在窗户上呢。你们从院里外边能够看着他。你下来，来，别激动，过来，来，过来。有啥事都能唠，啥事都能唠了，你害怕啥呀？警方经过多方查找，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此时的嫌疑人显然已经无路可逃了。面对警方的严密封锁，嫌疑人情急之下爬上了一栋居民楼顶楼的窗户，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抗警方的抓捕。而对于警方来说，虽然嫌疑人已经锁定，但是失踪女子张华仍然下落不明，案件还有很多的疑团没有解开。如果嫌疑人就这样纵身跃下，那后果不堪设想。怎样才能将嫌疑人劝下来？这成为了摆在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最后关头，他竟然铤而走险对抗抓捕。我说你爷爷想见你呢。危机时刻，亲情的感化能否让他回心转意，束手就擒？穷途末路，一线正在播出。啥事就说呗，啊，是不是？有啥事就有啥不能承担的？那么大个男人，顶天立地的，
你也不是说你只身一个人是吧？你有家有事，啥都有，是吧？我不上去，就是你，咱就现在是说了，你总得有个交代吧。犯罪嫌疑人情绪当时是非常激动的，因为他自己知道，我杀人了，我不想活了。没事儿，没事儿，不是啥大事儿，你过来吧，来。没事儿，都能唠聊。对。啥事儿就说呗，有啥不能承担的？那么大个男人，顶天立地的。此时已经丧失理智的嫌疑人情绪格外激动。他妄想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我一方面是劝他，一方面要为地面的这个救援要给他们争取时间。因为如果犯罪嫌疑人一旦自杀，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我们就不能还原这个案件的事实。要确定这个案子的性质，必须得找到这个被害人。被害人的是死是活是我们这个案子定性的这个关键因素。为确保万无一失，在劝说嫌疑人的同时，消防民警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楼下布置好了救生气垫。下边这个救生的人员、消防人员、救护，包括救护车，全部抵达以后，也一方面也缓解了他的这种激动的这种想法。调查他家庭背景的这个民警就告诉我，他爷爷对他最好，然后我就马上又把这个，我说你爷爷想见你呢。当他听这个的时候，他在窗口上的，他又回头瞅了我一眼，停顿了一会儿。白养你了，没用了，你就是死，你不得看家里人一面啊？你最起码男人顶天立地吧，你做个事儿，吐个痛也是个钉。敢做敢当吧你啊！你最起码合着，你最后你最起码你来个是吧？你豪气一点行不行？能不能听明白这事儿？能，自个儿下来，自个儿下，对，完了，完事儿了。把这个嫌疑人带到车上以后，我那时候也是高度紧张，我好像是听见了啊，这个群众们就是鼓掌，这个鼓掌咱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啊，及时把这个嫌疑人成功的查获并安全控制。嫌疑人苏强，1993年出生。在控制住嫌疑人后，民警立刻对其进行了讯问。通过该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在科右中旗郊区的一片树林里找到了被害人张华的尸体。这是什么呀？啊？被我杀的。被你杀的什么人？是出租车司机吗？对。面对民警，苏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当时因为他现在属于无业状态，然后没有经济来源，钱也是两天没吃饭，饿了，想说是找他那个朋友借点钱，然后就想起来说他之前给一个人打工了，这个人叫小涛。据苏强交代，2017年11月18日下午3点钟左右，身无分文的他上了张华驾驶的出租车，上车之前他在路边捡了一根绳子。因为之前就想过，哎，我去借钱，完了借不着钱的话，就商量不行的话，就吓唬他。就特意找个女司机吗？不是，在那边误了两个车，完了那车不去。就随便找。
完了就问他了，我开窗户问他，开门问他了，我说去那个地方吧，他说去，完了就上车去了。上车之后，苏强选择坐在了司机张华的正后方，此时他已经做好了作案的准备。到朋友家后，苏强让张华在门口等他。我刚进院走两步，完了他妈开窗户说干哈，我说小涛在吗，他说不在，完了我就回头上车了。没有借到钱，苏强回到车上之后立刻跟张华商量，再加10块钱让张华再把他送回去。女司机问我到哪儿，我就寻思到那边人少的地方吓唬吓唬他。他就哄骗这个女的，说是我在那个万家福超市里头那个平房区里头租了一个房子，你把我送回家吧。完了到那边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身上没钱了，把手机号给我，过两天我赚到钱给你打电话给你。完了他说不行，完了我就勒他了。在久已存在的恶念驱使下，苏强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作案工具将张华残忍杀害，随后他又开车将张华的尸体抛弃到了一片树林里。就人不行的时候，他当时就也是慌乱，他是就开始跑了，跑的时候跑了一会儿之后想是我还是去看看他的，他对他爷爷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第一时间就是说我要去看看爷爷去。就我爷爷过得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背出来了。嗯，3岁多了，还行。提到爷爷，苏强泣不成声。不过此时的苏强也应该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也给张华及其家人造成了更为深重的灾难和伤痛。对此，不知在苏强的内心里可曾也有一丝忏悔。只是再多的忏悔也无法改变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被他彻底粉碎的现实。当时被害人张华的丈夫白四儿非常激动，当时我当时在现场给他做安抚工作，控制他的情绪，当时那哭得不行了，都抽了。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怎么会性情如此暴虐？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苏强虽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却痴迷买彩票、打游戏、看网络直播，并且在这些所谓的爱好上经常是一掷千金。花钱吗？在这方面1000花了。对，最多一次打赏多少？一千，应该1000多，最后有我看了笔录有9000多。那是爹妈不管的，就爷爷疼着那个长大的孩子，那惯出来的性格，那个爷爷特别疼，要钱就给他，小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好吃懒惰。是犯罪嫌疑人他的无知吧，或者说是他的法律意识的淡薄，因为这样小的数额去伤害一个生命，去残害一个生命，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荒唐可怕的想法，一次冲动残忍的行为，不仅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更毁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年轻的苏强本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本该开启人生的无限可能，但是懒惰贪玩又不知节俭的他，最终走上了一条害人害己的歧路，把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留给了他身边最亲近最爱护他的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